我们今天的行程是怎样的？今天的行程是要去先看厨具，对，因为我想要一套漂亮的厨房，我现在在存钱处理这件事情。然后接着我们要去看新家，对，去新家跟那个设计师讨论一下我们的装潢的一些事情。嗯，对。然后讨论完设计的事情，他说要带我们去看那个瓷砖。最近的天气吼，一下好一下坏。对啊。但还好今天没有下雨，算 OK， 因为至少比起热天出去比较舒服吧。微冷的天，但我觉得你在穿那个短袖。穿这个短袖，今天几度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我跟你讲，觉得还行吧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是感冒哈，我真的是杀了你！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你又不是什么身体很健康的人。台北17度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不用。吉美，我剪新发型，你喜欢吗？短的，比较短的。你剪了新发型，你头现在变得很薄，薄薄的头。他们两个昨天就是给我睡成这个样子，我的枕头跟我的位置，我都不知道睡哪，都不知道睡哪。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，就除了看那个，除了看错误语义错误以外，我就是还是继续在看气象厅。嗯，气象厅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点，就是它真的说不上好看，甚至很闷。可是它的那个。两对老夫老妻的，就是真实感，我还蛮喜欢的。你是说那个要离婚的那一对吗？要离婚的那一对跟那个就是老公要再考公务员的那一对。哦。对，就是让我觉得就是结了婚之后就有很多你没有办法去阐述的痛苦。它的型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的，嗯，就老了之后比较喜欢一些在沉稳有魅力，不要太狗狗的。哦，你喜欢一些社长啦？对对对对对，我现在要跟社长，对，就是要跟社长谈恋爱，没有要跟就是不对啊，因为他那个形象又把他家述说的比较悲惨一点。那个嘞，社内相亲的社长嘞？社内相亲的社长我没有很喜欢，也是太年轻吗？不是，因为他的长相也是狗狗系的啊。哦。就是那种，可是他算是比较纤瘦型的，不是那种，你懂吗？他的面相不是那种标准狗狗。对，我发现我现在不大喜欢漂亮过度的男生，漂亮过度的男生，我不会想我的荷尔蒙不会喷发。你喜欢像我这样子有点瑕疵的男生，是不是？跟有一点以韩剧来讲，要有点男子气概。对，内湖好多上班族哦，好像内湖有什么好吃的啊？有没有人可以留言跟我们讲？因为我以前来内湖都是吃蕨旅，可是上班族是不是没有办法每天都吃蕨旅啊？就其实我们还在犹豫要用日本的厨具或者是台厨，因为其实厨具如果是定做的话，用日本的最近传奇比较不稳定。所以我们就还是先来看看，那最后有可能会选台厨也不一定。镜头离我好近哦，你是不是都把我拍得很肥啊？我们现在今天来的是就是雅马哈他们家旗下的厨具品牌，就是日本的那个雅马哈，然后就是来先参观一下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厨房可能是我会很在乎的地方，所以我是有希望多花一点点的钱把它弄得很漂亮。让我用这一组好。我们可以再跟设计师讨论。很可爱。鹅黄可以用的很日本。对啊。鹅黄可以用的超日系。我觉得绿色也超可爱。这种绿，这个也很可爱，好可爱，超可爱。他们家的板材，他们的板材的颜色非常多，好看，超赞的。我以后也要
成为那种夏天大家来我家，我会问说你们要喝气泡水吗还是咖啡的那种主人。对，虽然说我有气泡水机，但我很懒得在夏天冰冰水，所以我就是每次都没有办法做气泡水。但是我决定搬到新加坡，我要成为一个拥有气泡水可以招待客人的主人。那我们是另外一家叫做 Topless， 那原本叫做雅马哈厨具，因为它是做钢琴的，对，那个雅马哈底下的厨具品牌。然后后来分出来之后，他们专做一个厨具的公司，后来改叫 Topless。Topless。Topless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来之前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念，因为我们英文偏差，所以不不不，因为如果要讲出它原本为什么要叫 Topless， 也是蛮耻的，因为我们他想要做最 top class 的厨具，所以叫 Topless。一些谐音，对对，一些缩写 ，OK OK OK， 监狱，对，你们是不是很喜欢用监狱？对，我们很喜欢用监狱，因为我朋友说，如果他说什么监狱，你们不懂可以问我。台湾湿度来说，洗衣控是很容易发霉，所以他就想说，哦，他想要克服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做自己的人造石水槽。那如果人造石水槽的话，跟人造石的台面或石英石的台面基本上就是可以做无缝的结合。我非常赞赏这一点。所以就是很多人会选择我们品牌，原因是这个，因为他觉得说这个真的超困扰，然后自己慢慢的回去。就你生气的时候也不会有制造太多噪音，可是如果想制造声响的时候就会有点痛苦，就是一直做不出来，就是要真的拿出来摔。这个叫提笼，就是水流下去的地方。那一般欧系的水槽是在正中间，那提笼底下就是水管，所以如果水管在你的正中间的话，基本上你就没办法做什么收纳，对，就是散落。但日系它故意往后移之后，第一个它除了把前面的空间空出来以外，可以做抽屉柜；第二个就是它这样泄水，它可以做比较缓。然后这个是炉台柜底下，那基本上也是三层这样。因为我真的好讨厌收很多东西，我真的很讨厌这样子的。对啊，就是那样子的，真的很难收。然后抽屉柜好处就是你这样一目了然，然后你要拿东西收稍微弯腰，所以你也不用蹲，所以用起来会比较轻松，对，就比较有效率的感觉。好聪明哦。嗨，我们现在看完了厨具，然后我们就是最近一直在犹豫厨具到底要花多少钱。所以就是看完这家之后真的非常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它那个水槽真的超级可爱。对，那就是一切就是回家再讨论一下。上一次有讲建造，但我建造我就会想办法改到其他地方去。对，因为建造才会让你的脸打光打得会漂亮。你说间接照明，他在讲监狱。建造，你好厉害哦！我说什么建造、营造还是什么之类的，你好厉害哦！间接照明，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像这种只有这种的话，你的脸拍起来会就是很像鬼，对，因为这是冷气机，我们一定要包，所以代表说它一定，吊顶式冷气是把主机藏在天花板里面，那它有一定的厚度。OK， 对，没有，我只是在想说基本空间，就是基本空间这种空间的天花板大概就是这个高度。OK， 好。怕它太矮了，我还想说打开，如果它更高，我们就往上整。细的这个就会蛮好的，配鹅黄。这种就是比较复古的咖啡厅的那种感觉，对。这块其实超好看，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蛮好看的，绿色。但如果要最保险，可能就是白色。我觉得这种有一点点纹路的白色也不错，也会蛮好的，因为会跟我们的那个大理石。的石面，石面会比较合。哎、欸，所以你那边石面也看了它的几个样板。对对对对对，有看到觉得还不错，就有点类似这个。这样亮亮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。哦。对。洗手台的下面会再有木纹。对，重新做嘛，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很丑的白色。对。对，我想要把它做成是木纹。可以。对，就是要木纹搭配才会有比较温度嘛。嗯。你想一下木纹上面要搭配什么？那个，我觉得我想不到。哦，这个交给你想。为什么把男的事都交给你？因为你对颜色比较有概念啊。然后地板，如果你不建议的话，我会觉得可以调深色的，因为深色地板会很油，很像日本小巷子里面的咖啡店那种老的。嗯，老的，懂意思。对，可是我们就不适合用那个。这个对吗？因为他说实木的，它的这一个体质。这个也可以用，对。
没有防水的、啊嗯，所以即便尿上去就是尿上去的、嗯。所以你要挑的话，我们家要木地板的话，只能挑印出来的。印出来的就是。嗯、好了，它印的够真，我也可以接受。我们的表面呢、啊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追求一个比较真一点的。这个是这个木地板系列的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颜色。嗯、对，我去拿一下那个。这个也好好看。这个的纹棒，我好喜欢哦。这个的纹，现在这些是可人吗？对，这是可人。这里，就是会拼起来会像这样，这颜色。很传统的我的。嗯。好耳哦。我喜欢那个。对。那就喜欢这个，对对。这个蛮漂亮的。就这个，就这个啊，嗯，应该是这个，对，没错。你看型号，327，对啊，327。有来访问你们，有快要吵起来吗？你有想要杀我吗？我就有，当然我就是以他为主啦。我觉得大家我们买房子其实图的就是两个人的就是磨合啦。哎，你好，是你一直在配合我，我是一直在配合你啊。那沙发你蛮喜欢的、啊，算了啦，因为我不要就是他选了我选了我喜欢他之后在那边叫叫叫，因为他比较常是叫的人，对，對啊、所以就是因为你如果有怨言，你一眼是放心里，是就不会有太多声音出现，可是他就是会一直有一些声音。五年后就会离婚。你准备一下。你准备一下，你准备一下，我们现在正要开过去了，我们大概在20分钟到，不用那么久，10分钟，10分钟，3分钟吧，3分钟，5分钟，3分钟怎么一直变？总之你准备一下，10分钟，最快最慢10分钟。我们会在那个停车场附近，我们会在停车场附近。这个裤子就是一直被说尿裤子的裤子，对啊，有点像，对，可是它要2850元，然后却被一直嘲笑。我想以前是不是有穿过类似的？这边是一个星星，来，蔡先生，等一下，蔡先生那么好，我就帮你跟厨房说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你，请问是高中生在烤吗？你这个不能等一下再放吗？我真的很讨厌他肉给我叠成这样。我们今天有那个烤肉铁血宰相猪肚。我蛮惊讶的、欸，我也惊讶。没有啊，他之前都有说啊，明明就很常讲这件事啊。他有说他火锅跟烤肉都非常的专制。吃饱了，我好痒。你以前会玩太古达人吗？会啊，我们常常玩。我很烂哎、欸，还是你们两个玩太古达人给大家看，谁会赢呢？他。可是太古达人是我最不会玩的节奏游戏。好了，我不要玩了。好无聊哦，你们两个玩起来好不激烈、哦。不是因为我选了一首我们没听过的歌。大家觉得沈怡有像 Irene 吗？你干嘛笑啊？我很怕你们被骂。我不像啊，我真的不像啊。那你像谁？我觉得我像我自己。猪猪，你觉得我像谁？你不是很像郑伊健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我现在是郑伊健女装，要去出一些任务。女装郑伊健，拜拜大家，今天拜拜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个坏习惯？我今年虽然吃了2次吃到饱，在平日不是拍片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夸张。对，而且然后礼拜日要去拍一些照片。对啊，礼拜日还要拍照，到底？到底啊！完蛋了我，我要拍出水肿的照片。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找出蛛丝马迹。蛛丝马迹，就看阿姨哪里就是哪两篇是被你们发现是我在水肿的时候拍的。对，还是你看一下那个地板有没有一些那个磁场导，磁场就导致那个地板歪斜的那个。我才不会这样嘞、欸！我找摄影师拍好不好？对啦，找摄影师拍，他们都会修得很专业。对，我们的摄影师不会修出那种，不会修出美凤姐那种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攻击美凤姐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主打线歪掉没关系的那一种。不许你说美凤姐不好。好吧，美凤姐是你的一代女神。对。打嗝了，好像要中邪哦、喔。哦，凶凶，太凶、太凶。